这是我当年亲手一针一线缝的嫁衣，没想到一直没用上。这件是你的，粗糙了一些，没有高堂，只有天地与你我。三百之后，再无人能将你我分开。李成，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此处不宜久留，我还是送你去孙前辈的废宅吧。请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传个信儿。给谁？沈曼青。我还以为你真的不管左青瓷了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跟正阳二子也算是一同出生入死过，怎么终于舍得利用他们了？我没得选。